那研究生多久？一年吗？一年半。哦，谢谢。呜、哦，没事吧？没事，破了。呜、哦，假装没有看到就好了，没事啊。不是，是因为我是一个痛感不太明显的人，我今天不知道在哪儿撞到这儿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双倍人黑的吗？怎么了？哎，做科长。那我拿酒精吧，拿点酒吧，点酒没那么疼。哎呀，没有这么严重，真没事。坐着，没事儿。真没事儿，真我自己有创可贴。先消毒，别着急，先消毒。哎呦，没有，他就是刮了个小口子，真没事儿。自己来，酒精能受得了了。我不会觉得疼。真的吗？来，拿这个先消下毒。谢谢。OK。